有團體收集簽名，反對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就政治議題發表意見。香港宗教團體關注組將3000個簽名的聯署信交給天主教香港教區中心職員，再轉交榮休主教當行書記。關注組10月初發起聯署，抗議香港天主教區轄下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多次就政治議題發表意見，例如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發起眾籌和登報為本港民主禱告等等。關注組說宗教和政治應該劃分清楚，又建議委任更多不同立場和背景人士加入委員會。